看看新闻网。欢迎女神宋佳。宋佳也是在去年获得了多个奖项，完成了年度事后的大满贯。有请，谢谢宋佳。来，这边请。今天我们的宋佳女士也是以一身黑色礼服出席。因为我喜欢黑色，对，因为看起来装酷嘛，酷一点，经典一点。来参加我们星象大典，心情怎么样？很激动。说真的，我已经连续几年来过星象大典了，但是这次来到常熟还是觉得很特别。然后因为今天这个场子特别嗨，然后观众都很热情，希望今天晚上自己能有好成绩。